操！他怎么还有拿狙玩的呀？我跟你玩到现在才知道我是狙吗？那他怎么站着不动打我？啊，他跟太准了。他到点一发一发一发，发的太早，八秒。有喷子你又不会输，磕哎，拿个麦特真的在这面前装起来了。阿旭干嘛？喵，来喽，开牌，七个，宝宝，宝宝都四个吧，宝宝，四个不，哦，我四个，我服了，我一个，还行，对，打身子必须要打死人才算打身子，宝宝都四个吧，宝宝，对，啊，我四个，我服了，我四个。就输了才说打身子，必须要打死人才算打身子。我半杯就做四个。对，我操！我四个，我犯规一次，我做一个是吧？输了才做五个是吧？对，输，我犯规就要做四个，输了做五个。我操！我定了，我做四个，兄弟们，我犯规一次，我做一个是吧？对，你定了，儿子。好，来，一样的那个，换成麦特左轮干一把。麦特左轮 啊怎么了？所有人都用麦特左轮。我操了，这个你要干一把呗。一样的那个。